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P。由细到大咧，我嘅肌肤咧都系偏油同埋容易出暗疮噶。咁我以前咧以为系青春期嘅荷尔蒙影响啦，但系当我过晒青春期啦，每次 period 前啊同埋压力大咧，我都仲系会出暗疮噶。咁加上而家咧成日戴口罩啦，暗疮问题咧好似越嚟越严重啊。仲開始出現細紋啦，同埋皮膚鬆弛嘅初老跡象。咁我咧有時會揀用 anti-aging 嘅產品啦，但係太潤同埋太立咧，都會令到我毛孔閉塞㗎。咁面對暗瘡，同時又要面對衰老咧，真係好大壓力同埋好煩惱啊！直至我遇到佢 ，SkinCeuticals 嘅 Cinnamarine CF 高效淨化抗氧精華，佢咧可以打破我一直護膚嘅無力感啊！大家有冇谂过点解暗疮瑕疵会不停反复出现呢？根据研究显示咧，原来肌肤皮脂氧化除咗会令肌肤老化产生炎症，亦都会令到暗疮菌增生噶，导致出现暗疮问题。所以要从根源解决暗疮爆发嘅问题，首先要减少肌肤氧化，帮肌肤排毒净化。呢支 Cinnamarine CF 抗氧精華成分就有 Cinnamarine， 又名奶繼草，是一種頂尖的排毒淨化成分，而且咧具有抗氧功效，平時咧就會用在肝臟排毒保健產品身上，今次是首次用在護膚品上面，對抗皮脂氧化，打破暗瘡形成的惡性循環，仲有具緩膚疏通毛孔功效的水楊酸，品牌獨有配方左旋維他命 C， 加埋 Ferulic Acid。有出色的抗氧抗老功效噶，暗疮肌用 skin care 咧，最怕又厚又立，会加剧刺激面上面嘅痘痘啊。所以我揀产品咧就特别注重佢嘅 texture 啦，佢嘅质地好清爽，唔油唔立，系市面上首支专为油性肌同埋瑕疵暗疮肌而设嘅抗氧配方，唔怕对肌肤造成负担。用完佢之後真係翻唔到轉頭啊！一個星期後我 T 字位嘅泛油問題明顯有改善啦，唔再油粒粒噶。暗瘡問題解決曬，面頰上嘅暗瘡印啊、細紋啊都淡咗，近睇咧仲會發現我嘅肌膚膚質好咗好多啊，回復光澤感同埋細滑度啊！如果你同我一樣有暗瘡同埋初老嘅煩惱咧，你就可以揀用呢支 Cinnamarine CF 嘅抗氧精華。如果你是其他 skin type 就可以揀用 SkinCeuticals 的另外兩款王牌抗氧精華產品啦。咁今天的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物啦，拜拜。